大家好，这里是由睡前不睡上班。那今天呢，来玩的就是这个进化城堡。那简单来说，跟之前的 Grow 系列其实是接近一模一样的。总之就是，点进来就懂了。好大声！总之呢，就是这里有四个键，那我们就是要正确的排序，它才能够完美的。全部都 pass 过就对了，就先随便点吧。这是盾牌吗？塔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吵！这是盾牌，他士兵。啊，他的那个声音会吓死谁？那先这个开始。好像没什么用哦。啊，每一次一向都要来吵要死啊。所以刚开始要先这个吗？看起来不错，可是是不是好像中间少了点东西？好像对吗？那声音真的好大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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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个应该是对的。不然就直接顺时针过来看看啊。中间跑出来东西了。这样算对吗？再来一个塔。看起来好像对了耶。真假？这么简单啊？看起来对，结果搞错，我只是刚好一个逆时钟，一个顺时钟，然后就过了。这个因为才四个东西，其实相较之下比 Grow 系列简单的多，我觉得啦，因为毕竟才四个东西啊，你就是排列组合再怎么样都没有 Grow 系列那种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那么夸张。OK，我没有想到今天那么快就顺利的完成了也还不错啦。就是画风来说，肯定我还是更喜欢 Grow 系列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当小小小影片，小小小更新吧。那这一期要睡前不想上班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